ちは、ドちゃんです。簡単です。今日も動画を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其实前阵子呢，是我跟文当交往8周年的纪念日。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了，但是每年我们都还是会小庆祝一下我们的交往周年纪念日。いや、今回はね、ルーちゃんがなんと温泉を予約してくれたんですよ。しかも富士山が見えるところです。对，有一天晚上，我就是突然超想看富士山，然后我就整个压抑不住我的情绪，所以我就马上上网去搜寻可以看到富士山的温泉旅馆，然后就订了这一家温泉旅馆。いやね、まさかね、ルーちゃんがね、今回富士山が見たいって言ってね、予約してくれるなんて思わ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ね。对，就是突然超想看的，果然是年纪大了就想看一些自然风景。啊，わかる。まああとね、自然の風景見ながら旅館でゆっくりするっていうね。然后我还超期待他们的晚餐跟早餐。其实怀孕之前是还好。可是我怀孕之后呢，就想要补充很多营养。那因为日本那种会席料理，他们有各式各样的食材嘛，我就很期待可以摄取很多营养，尤其是早餐可以吃鱼。最高だよ。なんかね、今まで食べた一番美味しいのは栃木の味噌魚みたいなやつ。あれうまかった。あれめっちゃやばいよね。また行きたい本当に。ね、ああいう旅館の料理って本当美味しいよね。ね、那这一次我们要去住的是2天1夜。这次我们带去的保养品就是日本榻榻米的角质道全套护养组。等等，那榻榻米这个品牌呢，是日本知名医美皮肤科权威 Hiroshi Takami さん他独创的角质道全套护养保养品牌。本当ね、ここのブランドめちゃめちゃ愛用してるんですよ。特にね、この榻榻米スキンピール、俺の肌にめちゃめちゃ合ってて、すごいね毛穴がちっちゃくなったんですよ。文章每个月都会下定买新的，所以我们接到榻榻米的合作真的超级开心。那我们在饭店保养的时候再跟大家做详细的介绍。那我们就先出发吧 ，Let's go。各位，我们开了3个小时的车，终于到我们的饭店了。哇，很漂亮。在文当确认的时候，我可以先来选他们的馆内服。男性は事前にお部屋にこういった2部式の3Lサイズで入れてます。女性はこの3Lか浴衣どちらか選べます。じゃあ浴衣でね、たまには色薄い方が薄い方好きですか？はい。どうでしょう。はい、じゃあピンクで帯は何色にしましょう。帯どうしようかな。はい。赤にします。はい、承知し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哇，他们这里的员工好贴心哦，好喜欢这种日式很温柔的服务。我们文刚刚check in完之后，他们这里的服务人员除了讲解一些旅馆的情报之外，还有给我们这个折价券，一张是500日元，我们可以用在买土产的那些的时候用。我还有文当，大家看我的肚子已经出来了。暗くね。我们今天住的房间是6楼608号室。奥まる八はここですね。楽しみ。お、これ富士山？本当だ、富士山だね。じゃあ今から着替えしてルームツアーします。せーの、おお、イエーイ！着替えました。好可爱的。我是穿浴衣，文章穿他们一般的馆内服。然后大家看他们这里的 mark， 我们觉得这个超可爱的，就是富士山的小图。那接下来由我们文章来为大家进行 room tour。本日はご到着お疲れ様です。ではこちらへどうぞ。はい。こちらねまず玄関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ので靴を脱いでいただきます。まずこちらですね洗面所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うちはこの和を一番にね。考えてますので、こちらの輪を基調としております。じゃここが浴槽です。他们这里其实也有大浴场，大浴场就是看到富士山。然后呢，如果说不想去大浴场，想要在房间洗澡的人呢，他们的浴室我也觉得很漂亮。次はトイレです。噔噔噔噔，こちらとなっております。我觉得他们厕所的空间也还蛮大的，而且是温水便座免治马桶。続きまして寝室です。寝室です。我们这次选的寝室呢是和洋室都有的，有洋式的床，有日式的榻榻米。いや、和室っていいよね、やっぱり。嗯。この畳が落ち着く。あと俺が一番驚いたのはこの壁。この流れてる感じ、これねすごい綺麗で好きなんだよ。あと普通は外が富士山見えるはずなんですけど、今日はちょっとあいにく天気がねちょっと悪くて。あ、でもでも。でも見て見て、晴れてきてるよ。本当だ、じゃあワンチャンあるかも。あるある。あ、テレビもあります。ここは4人家族でみんな一緒にご飯の後ここでテレビ見れます。いや、なんかこの4人
の卓見るとなんか麻雀みたい。最後はこのベッドです。ベッド結構好き、こんな感じ。結構綺麗だよね。ね、他们房间虽然不是很大，可是我觉得他们整个氛围非常非常的舒服，就是很日本温泉旅馆那种感觉，就很适合老夫老妻。あと、見て。嗯，カリね。うわ、無事。こうやってね本読むこともできますし、あとねここに USB のやつもあるんで USB 挿して充電することもできます。ここもねコンセントあるから。結構充実してるね。本当だ。ゆうちゃん結構コンセントうるさいんですよ。そう、我们刚才在饭店休息一下，现在看一下小卖部的东西。他们小卖部就是在一楼的柜台旁边，其实也是小小的。想说来用一下那个优惠券，可以买一点土产回去。你加盟是干嘛？哈比。加盟加盟，而且有苹果果酱，也有白桃果酱。我们文当来看富士山的熔岩佛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之前影片，就是文当非常非常喜欢这类的东西，他之前还特别去寺庙买佛珠。哎，这个超适合拿去送公司的人哎，这个超大一盒的。我们文当买了这个饼干，今天晚上想说两个人可以一起来吃饼干。然后刚才我们在一楼准备要坐电梯的时候啊，他们那个服务员人超好的，帮我们两个拍照给大家看。文当拿那个饼干，好可爱哦。我觉得他们这里真的好亲切哦。我们晚餐的时间是晚上7点，现在去吃晚餐。我们的位置是窗边，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只是今天比较晚看不到。いい席だね。ねえ、嬉しい。これ夜景見ながら食べるのもいい。明日の朝もうここの席だったら富士山が見えるかもしれない。ねえ、楽しみ。そこは運だね。ねえ。因为我怀孕的关系不能吃生的，所以呢文章上面这个生虾他们帮我换成了番茄，他们很贴心。那饮料是另外点的，难得来了。富强，我稍微弄点面酱来。哇，確かに運転しないのもんな。哇，他们的软性饮料有山梨现产100%的葡萄果汁，当然要喝这个。いただきます。开动。开动。我跟文章两个人都点了山梨现100%葡萄果汁。拜。好吃吗？好吃。テリヤキ？嗯，サンマ美味しい。サンマってこの時期旬だよね。嗯，因为我不能吃生的，所以本来生鱼片的部分我得换成鸭胸。哇！我们闻到的太犯规了吧？看起来超好吃的。ごめんね、妊婦さん。もう、うざい。美味しい。プリプリ超好吃。虽然之前就很常来温泉旅馆，可是这一次就感觉特别有一种很温馨，然后时间流动非常缓慢的感觉。さっきちょっと外に散歩しただけでもなんかすごいゆったり時間が流れて。幸せなの。ね。天哪，我们今天早上才说想要吃这个午夜味噌烧，就有了，超开心的啦。新旅館のご飯いいね。ね。いやもうこれぐらいでも食べたいぐらい。もうちょっとしようよ。なんか柔らかいじゃなくて、プリプリ。哇。弾力がある。哇，我们甜点盘来了，他们这里还有帮我写，恭喜你怀孕，好开心哦，还有送我哈密瓜。那他们刚才帮我们拍照，说明天check out的时候会拿照片给我们。今天上网就有查知道他们这里的甜点很丰富，就种类很多。一定要吃个杏香葡萄啊！哦，シャインマスカット。そう、もちにくだね。ゆうちゃん好きだよね。嗨，大家，我们现在已经洗完澡，回到房间了，超舒服。我们刚才去他的大浴场，因为楼上还有露天风吕。那明天早上应该会放晴，我们想说去澳之前呢，再去泡一次澡，再去看看富士山。今日もなんかね、ふわっとなんか輪郭が見えた気がして、山が連なってて、その横にこうあるんだろうなと思って、じーっと見せたら、なんかちょっと見えてきたんですよね。へー。あ、これだと思って。
明日の朝確認しに行きます。もう本当に半端ない幸せです、この旅館。本当に幸せ。来年になってからね、本当家族が増えて、これから本当二人だけの世界じゃないんですよ。所以我们两个想说要好好珍惜一下，就是只有两个人的时间。但真的没有想到，就像看文章，交往满八年，就要进入第九年了。时间真的过好快哦。なんか俺もずっと一緒にいる気分だけどね。何十年も一緒にいる気持ちだよ。嗯，なんかそんな感じする。もう本当に俺の生活の一部というか。いや、私も最近すごいそんな感じ。本当にいないとダメって感じ。まあそれぐらいなんかお互い溶け込んでる感じかな、生活に。我们也差不多是交往三四五年，我忘了，反正也不是一开始就开始拍影片。然后开始拍影片之后呢，我们两个也很常回去看我们以前的影片，看我们一起去过哪里，然后又一起做了什么事情。透过这个频道记录这些回忆，现在想想也是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继续陪伴我们两个。那这里先跟大家说晚安，我们明天见。明天还有一天，然后就要准备去玉电厂奥莱买东西。好，那明天见，大家晚安，拜拜。大家早安。早安。我跟文道呢，刚才上去泡了露天风吕。今天早上放晴了，所以富士山超漂亮的。いやね、朝ね、起きた瞬間にブワーンと出てきてね、富士山が。本当ね、思ったより全然大きくて、なんかすごい感動する。因为现在九月关系，富士山的头顶是没有雪的，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壮观，觉得就是此趟不虚此行。那我们刚才已经洗完澡了，保养就用这一次带来的 Takami 角质道全套护养组来保养。Takami 在日本真的超级有名，我以前会知道这个品牌，是因为我以前在 Lotte 打工的时候，每天都卖超多瓶，然后我就开始上网查，才知道它在日本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品牌。那我影片开头也有讲到，创立 Takami 这个品牌的人呢，是一个叫做 Hiroshi Takami 的医生。他发现亚洲女性的肌肤困扰呢，几乎都是来自于角质紊乱造成的肌肤代谢功能失衡。于是他就率先提出了护养角质代替去角质的保养概念，才设计出这一款适合所有肤质的 Takami 角质道小蓝瓶，达到角质自主稳定、更新代谢循环的焕新功能，带来健康美丽的肌肤。然后再搭配 Takami 的洁颜乳跟肌亮露，让肌肤不只是稳定，还更有光泽。結構ね、私はオイリー肌なんですよ。すごいね、汗っかきで、それでね、すごくね、肌が不安定なんですよ。ルーちゃんが Takami スキンピール、すごいおすすめしてくれて。そう、あのね、みんないいって言ってる。バイトの時みんなもちろんすごい買ってるんですけど、周りの友達も使ってて、物は試しだと思って買ってみて使ってみたんですよ。そしたらまあ最初の方はそこまで変化ない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使っていくごとになんか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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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穴がねちっちゃくなってって、すごいね透き通る肌になってきたんですよね。肌がね安定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んですよね。もう本当毎月買ってますよ、ウェンダーは。そう、我是其实肤况一直都还不错，但是我怀孕之后呢，就长了很多小颗粒，还有粉刺，摸起来就是有很明显的颗粒感，就以前都不会这样哦。这是怀孕之后才开始，跟文当一起开始用之后呢，我才慢慢回到之前肌肤很稳定的状态，所以我也觉得这真的还蛮厉害的。那我们就事不宜迟，赶快开始保养。首先是 Takami 的角质道气垫洁颜乳，成分结合七叶胆萃取、玻尿酸钠、氨基酸这些有益角质健康的养肤成分哦。质地的话，洁颜乳本身比较粘稠，但因为这样才可以搓出非常非常浓密的泡泡，搓泡泡也是有技巧的，现在示范给大家看。取适量到打湿的手掌上，再慢慢加水搓揉，形成绵密有弹性的泡沫。手掌要记得像这样呈现杯状，再用手指去搓揉泡泡，泡泡够多才不会过度摩擦脸部，不会对角质造成伤害是很重要的。然后将泡沫涂抹在皮脂过度分泌的部位，像是鼻翼两侧，然后或者是下面这边，大家记得不要摩擦哦，轻轻的清洁脸部，再用温水洗净就好。我刚才已经去把洁颜乳洗掉了，大家看整体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清透。Takami 洗完之后呢，我觉得很温和舒服，敏感肌也适用哦，可以去除皮肤表面还有毛孔的皮脂和脏物的同时，也保留皮肤需要的油脂和水分。洗完后皮肤是不会干的，因为我本身非常的害怕洗完脸之后就是超级干，一定要马上上保养的那种类型，非常的水嫩透亮。那接下来我们要用的是 Takami 的角质道小蓝瓶，这一款可以说是 Takami 最有名的产品也不为过，我一开始也是知道这个产品。我记得在 Lotte 打工的时候真的卖的超夸张好，而且评价也超好，文当然也有说推荐给他之后他也很有感，而且跟大家说，文当还因为太喜欢他们，还特别去他们的表参道医美诊所打过雷射。小蓝瓶呢，它含有独家研发的活化成分，
可以从根本恢复肌肤健康的代谢周期，另外也为了避免不当的使用酸类或者是物理性去角质成分导致的角质受损，Kiyoshi Takami医生他也独家研发了最佳 pH 值的配方，让所有肤质连同敏感肌都可以使用小蓝瓶。那也提醒大家，小蓝瓶要在洗脸之后的第一步使用是效果最好的。给大家看一下小蓝瓶的质地，它的质地有点像水，是清透不黏腻的类型。那首先先取适量的产品到干净的手心，那接下来用掌心左右将产品匀开温热，由内而外以轻拍按压的方式轻柔的保养全脸，记得不要来回摩擦肌肤哦。那最后呢，用掌心包覆两颊、下颚线、额头及下巴，帮助产品的吸收。接下来就等待三分钟，让肌肤充分吸收就可以了。那最后呢，就要用角质皂肌亮度来保湿提亮了。肌亮度有两款，水润质地还有丰润质地。我用的这一款呢是丰润质地的，大家看它的质地保湿温和，但是它也不黏腻哦。同样用掌心温热之后呢，温柔的涂抹包覆全脸，我个人是这样都要按压的，就尽量不要去摩擦肌肤，带给肌肤过多的负担。擦完之后呢，会很明显的感受到肌肤的水嫩感，而且我觉得摸起来是很有弹力的哦，就是有那个摩擦摩擦的感觉，而且之后上妆的也很服帖，所以我很喜欢在早上的时候用这个，这样好好的给肌肤吸收一下。给大家看保养后的肌肤是很亮，这边真的全部都亮起来了。因为塔卡咪真的是我和文章持续一直在使用的产品，所以接到合作的时候真的超级开心超兴奋。那时候我收到询问的时候，我还发现的动态说有我很喜欢的品牌来问我们了，果然就是宇宙听到我的力量，让我接到了这个塔卡咪的合作，让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现在有角质皂三步骤的优惠组合，大家可以到资讯栏看哦。我跟文章自己的经验就是长久用下来肌肤状况真的会变稳定，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啊！我会把资讯放在资讯栏中，有兴趣的大家都可以去资讯栏看一下哦。本コーヒーとヨーグルトありますので、お加えください。お茶と水を少々ください。はい。可以。他叫我们刚才 check out 了，他们昨天有帮我们拍照吗？然后在我们要离开之前呢，他把这个卡片交给我们。噔噔，好用心哦，这里还写恭喜怀孕。思い出になった。ね、コスパ高いね。ね、ここ本当いいよね。しかもご飯食べながら見る富士山またいいね。他们餐厅的座位有窗边，还有一般的座位。那其实一般座位也看到富士山，但是在窗边的人就直接面对富士山。那我们蛮幸运的是，我跟文章他们把我们安排在窗边的位置。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有说怀孕的关系，所以可能才是比较好的位置，我也不知道。呀，この天気も富士山ももちろん迎えてくれてるってことね。你怎么这么可爱？富士山80周年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これからも9周年お願いしますね。お願いね。那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大家再见，拜拜。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